主持人，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！身體健康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我都祝你身體健康，快高長大，係咁依俾兩封利是仔你。多謝主持人。收到利是唔好咁快拆喎，如果唔係啲財氣會散㗎。我要拆利是，買玩具俾你啊！我要拆利是，加個福袋。我要拆利是，但係如果即刻拆利是冇禮貌喎。如果昨天拆洗啲利是，我使行路翻屋企。拆洗啲利是，你翻唔到嚟啦。我要拆利是。唐文，點解利是要年十五或之後拆咧？拆利是咧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嘅。有一個説法咧，就係初七就可以拆利是，因為初七係人日，喺呢個人人生日嘅日子裏邊，將利是當成生日禮物咁拆開，開開心心。又或者正月十五之後，因為農曆新年咧就喺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，一般人都會派利是正月十五。唔少長輩都認為要喺正月十五之後將利是收齊先可以拆開，取其財最好意頭，否則未收齊就拆就會財散噶啦。同埋唔可以喺收到利是之後即刻拆喎，否則就好冇禮貌噶啦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恭喜恭喜！